新人学辟谷，往往疑虑难消，恐惧难除，决心难下，这些都源自于内心的恐惧。其实辟谷很简单，每个人都能轻松地学会辟谷。你只需持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，以游戏的心态来玩一场不吃饭的游戏。成功了固然很好，失败了也没什么，下次再来嘛。早晚你都能学会辟谷。